出去的时候不要碰到血木崖的那个老妖婆。让奴家瞧瞧，出来的会是谁呢？老妖婆还在。夫人，世事无常，缘聚缘散，我等这就离去，不必相送。三位俊俏郎君，哪儿都别去了，快到奴家心里来。执迷不悟，一火。呸！臭不要脸的老妖婆，赶紧分头跑啊！你们想做压寨郎君吗？哦，天魔神拳。那些金色的光团是什么？此乃造化之光，是上界为帮助弟子提升境界所炼制的至宝，击溃怪物后会汇聚到龙首处。我为你选择了怪物最多的道路，抵达龙首后你能大幅度提升真元境界。谢了，请老君。蛟龙血脉雷龙中也算上等了，此次应该是最快抵达龙珠平台的。剑心通明倒是难得一见的剑道苗子，冥王的血脉后裔，这方下界的人族势力倒是挺昌盛的。哟，一体双魂，下界还有这么稀罕的体质，等会儿可有趣了。你们还好吗？无碍，只是真元使用过度，有些损耗，调息片刻便好。哎呀，好险好险，总算摆脱翠云那家伙了。摆脱我？他也进来了。等你们成为我的刀下亡魂，倒是可以摆脱我。真元被封住了，仅仅是龙吟就有如此威压，正好借着这股威压磨练剑道。命都要没了，你还想着修炼？不能让他死了，我得弄清楚他那股上位龙族的力量究竟来自何处。那些失踪的武者都被抓去血祭神龙台了，血木崖形势果然毒辣。
并非正途，你靠近升龙台后，我会开启大门。好。有人。我们都守了几天了，也不知道血祭什么时候结束。今日血祭完最后一批武者，圣龙台就会开启了。可惜那几个女武者。什么人？管他什么人，拿下洞穴血祭。女陀罗征带的信我已收到，我来此地另一件事便是调查叛徒。有劳玉殿主了，当时我就是用此法器联系上一名云殿长老。果然被人动了手脚。当时与我联络之人就是他。回到云殿后，我会调查此人。罗烟，你随我一起回云殿，我可以承诺，只要我与殿主还活着，定会护你周全，绝不会让你落入崔邪手中。有劳玉婆婆了。去吧，你哥哥也在云殿，不必担心太多。多谢玉婆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罗征就好好教训教训你们。不好，这囚笼能影响真元传输，必须加强真元。不知道这小子的身量扛不扛得住。你小子刚才的猖狂劲儿去哪儿了？你不起来，帮你起来。有铁网阻碍，竟然还能用出如此浑厚的寒冰真元。只有可能是那位。你小子有点本事，居然能跟上我的拳风。接下来就看你跟不跟得上了。不可能，一个先天怎么会有这种实力？是你太菜。